下面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大扭力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。用一只大的皮头，我们来拆卸一下我们这个仪器。拆不了，太力太小了。打紧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下去。然后用我们这只，扭力，将我们扭力，我们不许调在很大，我们调到六，然后这是个机械压的螺丝，螺很大的，还是打紧了以后它会空转，实际上我们的最大刻度是八，现在才到六，我们这只我们把它打紧，所以这个扭力的强悍性是没有可比性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只螺丝刀的大概的一些不同的和优势和参数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谢谢。